一个人想用一只烤全羊是种什么体验？昨天老舅给打电话说安排了一只烤全羊，咱们火速一饱眼福。哎呦我这味儿应该是烤好了，这你也能闻得着？狗鼻！哎呀，这家倒立烤呢，这也太香了，这烤的滋滋冒油啊，这个皮儿得老脆了。小哥，你天天就搁这屋这么烤，你不馋吗？吃够了。哎呀，他太凡尔赛了。快走吧，别耽误他烤羊了。Later。 来了来了，快！哎呀，这羊肉看着也太好吃了。你瞧，给小哥累的，辛苦了啊。多吃一口呗。我吃这味儿了。一个人享用一只烤全羊是种什么体验？不是，那我不是人呗？你自己说的，真少的。先来一块羊身上最好吃的部位。哎呦，这嘎巴脆啊！瞅着外边的脆皮，蘸点料，来一口。哇，好脆呀、啊！太好吃了。它像方便面一样脆，看着比方便面香。来，咱们再来一个羊腿。吃羊腿，香的你找不着北。哎呀，这看着太香了。嗯。此时此刻，你再来一瓣蒜，你给我套房子，我都不能换。饭桶。吃大蒜不吐大蒜皮。来，你吃一口。哎呀，不，羊肉配大蒜，好不好吃？你说了算。好吃啊，太香了。哎，你说这一只羊得多少钱呢？没200块钱，指定下不来。这么贵？怎么的？吃不动了，我们打包吧。太爽了，你包吧，我睡会儿。今天又是吃不了，兜着走的一天。